Hello, guys. So today's video is all about Chinese first language reading and responding tips. So, for those of you who are taking Chinese uh, first language as one of your VCE subjects, your Chinese level should be up to the native speaker level. So, this whole video will be conducted in Chinese. Now, let's get started. Uh, 阅读十项注意要点，呃，你在屏幕上可以看到，我已经把这十个要点写下来了。呃，之前呢，我在教中文第一语言的时候，我也有和一位呃，在 VC 高考中文第一语言中考到满分五十分的一个学生，就是经常做交流，所以我们一起总结出了这十点，给我给其他的学生。 做一个帮助，因为对于中文第一语言考试来说呢，听力、阅读、写作三个部分在笔试里，我个人认为呢，阅读是最难的一项，因为它考察的是学生高度提炼、归纳和概括能力。呃，像听力和写作的话，我认为如果你能够掌握掌握中掌握其中的技巧的话，都是可以靠练来练出来提高的。 但阅读的话，我真的是觉得它考察的是综合能力，所以呢，我们来讨论一下，呃，第一语言中文的阅读的十项注意要点。第一点就是画信息点。如果给你的两篇阅读文章中是现代文的话，你要一整句一整句的画信息点。信息点只可能是半句或者是一整句话，在现代文当中。而文言文、古文、歌词、对联、名言警句等等。 你要一个字一个字读，因为这些信息点可能出现在一个字、一个词或者一句话中。第二点，所有名人名言都是信息点，不用考虑，直接画下来。第三点，如果阅读材料是故事，切记不能写故事情节，要写出故事反应的寓意。多数时候呢，在故事中，如果两篇阅读材料有一篇是故事，这里边就会包含隐藏信息点，你要先读懂这个故事在讲什么。 不要写情节，在你的呃阅读的答案中要写故事反映的寓意，这个是隐藏信息点。第四点，诗歌的话，由于篇幅较短，都是隐藏信息点，必须逐字分析。有一些字在诗歌中呢，可能就代表一个信息点。好，第五点，画信息点的方法，这个是我个人的小技巧，当然不同学生有不同的想法和技巧。 然后你看你怎么节省时间，怎么有效，怎么用。我的办法是呢，实现画的信息点都是高度相关的信息点，虚线画的信息点是你不太百分之百确定这个信息点是不是跟题目相关。括号画下来的句子是跟问题完全不相关的信息点。当你画完信息点的时候呢，我希望你在实线和虚线上标上一到十二这个序号。一般呢。 阅读的答案中有十个信息点左右是信息点的分，但有时候呢会多到十二个，呃，其中呢一般会有两三个隐藏信息点，是大概信息点的分布。第六点呢就是不能在自己的作文里包含任何个人观点，但要归纳总结信息点。等你找出这十到十二个信息点之后呢，你需要把这些信息点打乱顺序，归纳总结，有逻辑的写在自己。 新的一个作文里，但你的作文不能包含任何的个人主观意见。第七，所有的为什么考题都是在写重要性。阅读的题目只有一道，所以等你在读题的时候，如果读到为什么，你就要提醒自己是在写重要性，重要性，重要性。好，第八点，切记不要原原文整段摘抄，必须打乱顺序重组结构，分别包括首先。 其次，最后，总而言之，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你照抄原文的话，一般是考官不会给你分的。第九点，主体段分段方法，两段式或三段式。个人建议使用三段式，这样三个主体句可以用并列、承接或递进的推论方法和逻辑关系。在后面呢，我们会讲到分分段推论的方法，承接、并列。 递进这三种推论方法呢，我在学校是花了将近两三周给学生讲的，这个比较细比较复杂，到时我们单独抽出来讲。但是你阅读从重组出来的这个作文呢，主体段建议用三段式。好，最后一点，第十点，所有陈述说明性句子必须改写成劝说型句子，可用应、要、能、必须这样的字眼来构成一个劝说型的句子。 因为两段两篇阅读材料呢，里边有很多说明性的句子，它可能是信息点，但是等你在写到自己的文章中，你要把它变成一个劝说性的句子。好，这是我给大家总结的十点阅读第一中文第一语言的主要是主要的注意事项。呃，最下面一行红字呢，给大家读一下，是阅读理解是 VCE 中文第一语言中难点的部分。 它考察的是学生高度提炼、归纳和概括能力。像阅读这个考考试的方法呢，我们在国内上语文的时候呢，没有这种方法的，没有这种考考试的题型。呃，在 VCE 中文第一语言中反而有。这个考察的是学生的综合能力，它不仅仅要你写一篇作文，它要你提炼信息、重组，然后呃有逻辑的重新写出一篇新的作文。 这个对学生的呃综合能力要求比较高，所以大家在练的同时呢，把这十个主主要的注意事项也放在脑子里，这样我觉得可能会多多少少帮助你吧。还是一句老话，呃，中文第一语言呢是在套路和结构的基础上去发挥你的中文的功底和水平的。像大家的母语基本上都是中文，还有你在学第一语言的学生，他的中文水平都是母语程度，所以。 呃，如果你了解了 VCE 考试的套路和这些主要主要的注意事项，再去发挥你的中文能力，这样取得好成绩的可能性就比较大。好的，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下次呢再继续给大家讲阅读或者是其他方面的呃主题。